徐先生，怎么了？什么呀？这是电影。天英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跟你说很久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当面跟你说，所以就为你准备了这个小惊喜。我从第一天见到你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 我觉得你聪明、可爱、善良、美丽。我总在想，我要多幸运，才能让你这样的女生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？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黑白电影，那么你的出现，就为它增加了真正的色彩。